韩国这对情侣跟着音乐又蹦又跳，两人挑战两周跳舞加饮食控制，女生快速减下6.3公斤，到底是什么舞蹈这么神奇？跟着影片模仿，手臂大幅挥动，大腿抬高，手臂跟肩膀一样高，垂直90度，臀部往上下做深蹲的动作，用力扭腰摆臀，快速移动 up and down， 就可以瘦蝴蝶袖、拜拜袖，肩膀的部分可以紧实往上推，再回来。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，因为它都是在做弹跳的部分，然后它的双手往上推的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动作，它也是训练到你手臂肱二头跟肱三头的肌群。想简单一点瘦，其实在家一个人也可以像这样，把手从腰部延伸到脚踝，侧边的用力，然后同时保持你的马步是蹲稳的，大腿内侧、前侧、外侧跟臀部都会有用到。来，加油！主要要懂得选择节奏感强烈歌曲，15到20秒快速替换动作，一次跳完5到6组。这种间歇性运动，短时间加快速全力冲刺，就能提升心跳率。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带心率表，带心上心率表的话，大概会到600多大卡。学会这几招动起来的方式，加上均衡饮食，就可以跟肥胖说拜拜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